영광의 박수를 하나님께 드리겠습니다. 할렐루야, 보영의 장성 괴개 신. 축복을 선하겠습니다. 평안하십시오. 당신은 세계사리를 선교사입니다. 장자의 축복으로 237 시대 만민 성도를 회복하십시다.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2022년 올 한 해도 오직 예수 2022년, 그 이름으로 우리에게 임하실 보좌의 축복. 정말 다른 이름은 없습니다. 이 한해도 오직 그리스도 그 이름으로 하나님께서 우리에게 보좌의 축복을 주셨어요. 나와 교회와 현장을 살리기를 원하십니다. 이 축복된 역사를 누리는 우리 하나교회 모든 성도들 되기를 주의 이름으로 축원합니다. 1부 때 보니까 자리가 이렇게 한정되어 因为这个礼拜的奉为是有限的，所以当然圣徒会很不便。参加一部礼拜的。 各位，你们不可以为了二部礼拜的去占位置，然后就是赶紧给别人占位置，让别人过来这样献礼拜。就是在这样非常窄小的环境空间里面献礼拜。然后我们此时还有在食堂里面，还有各个教育机关里面去献礼拜的各位。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做礼拜，坐在宝座的位置，现在也超越时空的一样在做工。我们确信这一点。 所以你们相信这一点，所献的这个礼拜，那个场所就有最高的荣耀。就愿你们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长子最珍贵的祝福。用主的名祝愿各位享受这此刻最胜利的时间。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以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我们开始二二年，那么该怎么样去开始这一年呢？上一周我们也有这样的话语，这一周我们也一样要享受天上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要以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你们每一天每一天在。 항상 要进入 宝座的祝福里面才可以 동행하면은 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的话，那么每一周、每一年、每一年，你们一生都会有珍贵的应允做工，就会被神祝福使用为珍贵的证人。所以你们一定要持这个话语跟我来一次，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吧。 이게 우리가 살아가는 삶의 방법. 这是我们过人生的方法。 하나님의 자녀된 神对于得救的神的儿女， 세상 방법으로 살기를 원하지 않습니다. 并不希望我们拿世上的方法去过人生。 但是我们却不知不觉，因为非常习惯，非常熟悉。 就会这样，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却还以世上的方法、世上的方式，因为太熟悉习惯，所以选择这样的方法与方式。世上的人，他们过世上的方法、方式是什么呢？大部分他们的中心里面就是自己经历过的呀、体验过的呀，拿着这个成为了基准过自己的人生。所以有这样的话。 失败是成功之母，当然说的也很对。你经历过什么，这些很重要。但是呢，能够花高价去买的就是我的经验。当然，我明白这个什么意思。但是这种经验。 当然，其中也有你们自己实际去体验的部分，还有间接性体验，就是通过别人经验的，然后听到，然后把它当做自己的知识去参考过你自己的生活。
那么间接性的代表性经验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可以看到的书籍，当然我们就会跟孩子说，你小的时候要多读书，这其实就是间接性的已经过完人生的这些人他们的经验，然后在这里面要去找真正的智慧，也会说这样的话，所以也告诉孩子要多读书。但是呢，历史却告诉我们这些经验。 不断的新奇历史反复事件，我们在说什么听得懂吗？我们无论是亲自经历或者间接性经历的这些，对于我们而言没有办法给我们大的影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历史反复的是什么呢？就是不应该学习别人所谓的经验。 那我们看是什么呢？因为人真正的不去学，真的经验，所以历史在反复。你们怎么认为呢？当然，经验也很重要。但是这个经验能救活我们自己吗？ 우리 교회를 살리고 살릴 수 있고 우리 현장을 살릴 수 있나요? 这个 经验 能够救活我们教会, 救活我们所在的现场吗? 그 경험이 就像今年我们所持的话语一样, 这些经验再怎么样的优秀卓越, 对于后代做医治, 237的宣教, 是无法做到的. 경험이 중요합니다. 그러나 经验很重要, 但是呢? 나를 살릴 수 있는 것은 能够救活我的，而且真的也能够去救活教会的，甚至于能够去救活现场的。不是世上的方法，不是世上的经验。所以神赐给我们的，就是什么呢？用他的世上的方法跟方式没有办法救活神约定给我们宝座的祝福。 所以这宝座的祝福要种在我们里面才可以。所以今年我们所持的应许是什么呢？是宝座的祝福种到我里心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的话说：“耶稣基督已经与基督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다시 말하면 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再次跟你们说明，就是宝座的祝福临到我们里面。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可能外在看起来跟世上的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们里面却有神的圣灵，神与我们里面为圣殿，我们是神的儿女。 而且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话语说什么呢？神直接让我们成为新造的，就是这样的。这就是神打造的我。拿着世上的方式与方法，没有办法救活我与我的教会，所以神给我们里面种入的就是宝座的祝福。所以各位。 이보좌의축복누리며살아가게되여러분께서如果你想说宝座祝福人生的时候，因此因着你教会会活过来，因着所有与你相关的现场，无论是什么的环境，这些现场会因着你而活过来。正因如此，所以各位要拿着使命感，要去享受祝福是什么？就是宝座的祝福。 살아날 수가 없는 현장에没有办法活过来，这是我们的本真，神的宝座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实际要拿着圣三位一体神所赐的武力过人生。在神送来三位一体神里面所赐的九个属灵的祝福。 九个属灵的祝福，我们要去配备。待会儿我会跟大家一一讲述，这属灵的祝福一定要在我们里面去配备，不是说我自己要去做准备，而是圣三位一体神奥秘当中，这属灵的九个珍贵部分，神已经在我里面去做了配备。这祝福
可以让我们去救活世上，而且能够救活三个时代享受这奥秘。那么如此看来的话，我们的关心应该在哪里呢？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够享受神国宝座的祝福呢？ 我们要在这里集中才可以。那么换一句话来说，就是神天上的宝座在我们里面已经成就的就是完全的福音，对吧？那么这完全的福音已经完成的这福音，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完全献上？该怎么样去集中？这要成为我们的祷告，这会向我们兴起，也能让我们能够找到一切祝福的意义。 看今天本文内容说，要消除这些虚假的福音，要完全除灭，就是圣经即十三章整体的内容。神赐给我们已经完成的福音，我们享受着完全的福音的时候，那么因着宝座的事上，可知点복음을完全的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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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点복음을完全的奉
生活在迦南地的这些原居民，因为他们也拜这些鬼神，然后觉得活得还不错，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你们也要把这些神去做释放。但是神원주민들의그요구앞에分明对于这些父母还有原居民的要求做了什么样的命令，我们看一下今天圣经原文五节的话语。那先知或做假梦的，你们要杀致死他们。十节的话语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里，你出埃及的人。神绝对不要被欺骗，也不要被父母、被这些原居民这些所侍奉的神，他们好像说得很好，但是绝对不要被这一部分去欺骗。然后又给了我们重要的答案，陷入错误的执迷之中，陷入偶像崇拜、灭亡，不要如此。你们所有的视线因着集中于神，要向着神才可以。再次给你们说明，就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要常常与这奥秘同行才可以。这是四节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四节。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这是赐给我们的答案。这用另外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完成的福音的秘密，그것을가지고동행하라。我们要常常以完成的福音同行，去享受这奥秘。一句话就是要集中于神，要向着神。这用另外一句话来，就是说我们要常常与完成的福音奥秘同行，就是福音的奥秘、福音的话语同行才可以。那么为什么要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呢？今年你们该怎么做？愿各位能够在礼拜当中找到答案。只要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就可以。我们的家庭该怎么办？我们的问题该怎么做？我们的教会要怎么去做呢？我们的产业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场该怎么做呢？你们没有办法想象的现场会发生这样那样很多的问题。活在这样现场的我和各位该怎么做呀？这就是答案。今天内容告诉我们，应该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
왜 항상 복음의 말씀과 那么为什么要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呢？首先，本论第一点， 답이 되는 것이 바로 복음의 말씀이기 때문에 그렇습니다. 无论何时成为答案的，就是福音话语。无论何时能够成为答案的，是福音话语。所以，我们要常常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同行。 하나님을 떠난 우리들을 离开神的我们，因为神派遣了耶稣基督，又让我们去相信他，让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救。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神赐给我们福音的话语，成为答案。为此而呼召了我们各位。所以，能够通过话语得答案的人，就是我们就是胜利。 所以无论任何样的状况、问题当中，神已经会通过完成的福音话语与我们同行。拿着这个呼召的我和各位，愿各位不要遗忘这一事实。所以神是应许的神，而我们也是应许的百姓。通过话语，特别是通过福音的话语，神与我们同行，赐给我们答案。所以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一到三节的话语说了什么呢？因为耶利米被关在牢房当中的时候，耶和华的再次领到耶利米，然后说什么呢？成就的是耶和华造就我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 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就是话临到的话就已经全部结束了。神的话语已经赐给主的百姓，那么这个话语谁会去定呢？是神去成就。在今天默想祷告的时候，我讲的话就是：这世上的草会枯干，花会凋残，但是耶和华的话永远立定。完成的福音话语。 完成的福音话语，可能참된행복을与此同行的愿今年我们顺境中能够找到这里面的珍贵祝福。圣经里面讲了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的诗篇，一天一到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内容说什么？有福的人什么样的人呢？二节当中说：“我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个人变为福。” 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律法的人。这个不是让你们去读很多的圣经，是要让你们持定正确圣经的内容。圣经里面最正确的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必定会伤舌头。 基督会来，击溃我们的仇敌，让我们离开神，又带领我们灭亡的撒旦。女人的后裔必定有机会。话已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那么圣经里面还有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出埃及记三章十八节，是牺牲祭。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当中能够脱离出来。法老王并不是因为 以色列百姓所兴起的这些能力必须上手，而是要知道你们再怎么样兴起能力的话，这些撒旦并不会害怕的。以色列百姓什么时候能够从埃及的奴隶当中出来，是当他们献上牺牲祭的时候，献上逾越节羔羊血，抹在门楣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兴起了出埃及的事件，成为俘虏的以色列百姓。神赐给他们重要的应允，就是在亚述七章十四节，主亲自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取名叫以马内利。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跟大家所读的这四个圣经话语，你们知道的话，就是真的得救的话，你们就能够再想世上享受神儿女的祝福。这圣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些内容。圣经是讲述这些内容，然后说这样那样的话，有这样那样的国家，不是为了讲别的，而是讲四个奥秘，这四个部分。所以圣经给我们记录这么多的话语，但是很多的时候呢，教会圣徒却遗忘这些，做。
所谓的努力信仰生活，所以痛苦不断，凭神去找答案，所以痛苦呀！真是该领悟的，就是哪怕别的不能做也没有关系，哪怕圣经里面所有的知识不知道也没有关系，但圣经里面重要的这内容四个部分，这些单词所有的内容正确领悟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可能就会被击溃。我们的罪与诅咒在一样，就会得到解决。你们都遇到神。 神所赐给你们的能够祝福世界的珍贵的奥秘，你们就能够去享受。我们里面拿着这些福音的奥秘，主的名祝愿各位每天能够去恢复，能够享受，能够兴起这样的做工。这一部分完成就是告诉我们的是圣经使徒行传一章。 一节、三节、八节，一章一节是基督，一章三节讲的就是神的国，一章八节说的就是结果，唯独圣灵，这是完成的福音话语。对于这一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实际有答案的话，就算你来教会，就算你信耶稣，也会受苦的。各位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为什么韩国教会？ 还有欧洲教会不断在关门呢？为什么美国的教会？曾经有一段时期这样成长的教会却要关门呢？那为什么现在韩国的教会也一样没有力量呢？重要的是，教会里面有这样那样很多的言论，然后世上的声音、世上的消息，但是全部都是充满了不信仰，为什么呢？ 因为结果是因为没有福音才会这样，所以个人也好，教会也好，结果丢失福音的话，真正已经成就的福音的奥秘错失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不得不受苦。正因如此，如果说福音的话语没有办法听得进去，这个状态一定不要置之不理。 每天你们一定要听得见这些福音的话，如果是话语听不到，没有办法听得进去，这个状态你置之不理的话，有可能你这样置之不理，好像你的手上事情也很顺利，也能够解决，好像能够在世上人看起来能够好像做什么成功，但是这却是问题。福音的话语。 我没有办法听得进去，但是我却成功了。福音不应该形成这些行，但是却成功了，这反而是更加危险，更加是问题，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对于福音的话语，这完成的福音话语，真的是否喜乐，你们一定要去确认。能够坐在听话语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有希望的人。 哪怕他的生活看似不怎么样，不信者的会说：哦，怎么能这样活着，还说自己信耶稣？你自己先好好信吧。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对吧？看着我的生活都会这样说。哪怕是我们活得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我却能够坐在听话语的这个位置，这个人是有希望的。 为什么呢？因为结果会通过话语，神向着我们做工。结果，虽然现在我们的生活好像看似不怎么样，但是千万不要灰心。如果你能够在听话语的这个位置上面，神就一定会祝福你，能够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过生活，赐给我们力量。 我们要真心向着神，神必定会赐给这样真心的人恩典。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来到教会，在听主话语的时候，神就会在正确的时间表里面，我们神所要赐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断的渴慕话语，不断的倾听话语的功夫。那这里会发生事情，这是什么呢？不知不觉，我里面的属灵会被医治，我里面被偶像所占领的部会就会全部倒塌。再次跟大家说明。 就是福音成为福音，能够去正确传达的时候，现场的属灵问题就能够全部倒塌，就能够胜过偶像。如果不正确传达福音的话，
绝对没有办法胜过撒旦的十二个战士，没有办法正确的领受话语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十二章当中，十三章当中就想的就是这些飞鸟过来，把这些种子会叼走。我们只有得正确的应允，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才不会失败。 참된 응답을 받지 못하니까 거짓된 응답을 因为没有办法得正确的应允，所以没有办法不得不追随这些期望的应允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因为撒旦所给的崇拜偶像没有办法不得不去拜偶像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办法得真正的应允呢？重要的就是完成的福音话语没有成为结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应允。 各位，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福音奥秘，在旧约当中能够非常好享受的一部分的就是大卫。所以，直到所罗门时代，这些祝福的部分也都在享受。大卫是成为最富强的一个国家，周边很多的国家。 都要过来受大卫的帮助程度，就是他能够给周边的国家做很多的帮助，甚至于神如此祝福了大卫。但是到所罗门王当朝的后半部分的时候，就错失了真正的部分。物质上面虽然非常的丰盛，但是因为在福音扎根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王在人生后期的部分完全失败，结果。 就是在所罗门王后期管理的时候，全部的偶像都进入国家。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却没有办法不得不成为奴隶，这就是所罗门王后期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国家完全急速败坏。 然后在所罗门还在位的时候，这个国家变成偶像的国家，什么样的程度呢？ 神的仆人就隐藏的活着，以色列整体全部在拜偶像，不是亚兰国，不是非利士国家，而是以色列国家，因为偶像全体破开，那么以色列的所有仆人都要隐藏偷偷的活着，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在这个时候，神 树立了以利亚与以利沙，兴起福音运动，结果又恢复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祝福的音乐，特别是我们非常清楚的，就是信服以色列百姓全部陷入偶像，知道这些危机的以利沙向以利亚所要求的，就是列王记下二章一九到十节的话语说。 领导你的灵感，我要加倍的祈求。如果没有长子的祝福，王陷入危机，全部以色列百姓陷入这个危机。这危机我没有办法担当了，所以神呐，请你赐给我长子的祝福。因着他的祷告，结果以利沙比以利亚，我们可以看他做的事工当中是以利沙做了两倍的事工。 结果我们要持定的，就是如果福音消失，绝对不可以；如果福音没有的话，就没有办法不得不拜偶像。但是神却今天跟我们说，要拿石头要治死这些拜偶像的。你们自身。 真的用主的灵感，要让我们后代别的，而是要让我们的后代能够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同行。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成为这样的传达者。本论第二点，这完成的福音话语，为了与此常常同行，我们应该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就刻印福音，在幼小的时候就应该去刻印。 在座的各位连长的各位，你们就是知道福音的话语，想要好好的去聆听，但是没有办法形成，对吧？为什么会呢？因为小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被这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去做训练。所以我们虽然说福音，我们都知道，但是只是被包装了而已。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时候是我中心，我的想法去这样做事情啊。正因如此，越小越好。
在小的时候，这完成的福音话语，我们要把这些刻印在一个孩子里，让他们知道去享受同行，这是我们的责任。昨天有幼儿幼稚修炼会参加核心礼拜，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都会知道内容是什么。幼儿幼稚养育这些孩子的父母与老师要怎么样呢？因为属灵的状态能够决定一切，所以要开启营地时代。所以摩西幼儿时期所刻印的部分去传达，能够去做世界福音化，向着世界传达。所以孩子幼小的时候是最后的时期，幼儿幼稚时期是最后的时期，应该向这个刻印的时期去做正确的福音刻印，只有这样才能够救活整个时代。话语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的福音的话语要在小的时候让他们形成刻印根基体制。我们对于基督所拥有的正确结论应该是什么呢？那么基督的完全结论，还有福音的话语同行这些奥秘，我们真的如果知道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看到问题是问题，就会看到是答案。看到基督的完全与完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什么样的结论呢？那么有纠结矛盾的时候，我们反而在这里面能够去做更新。而且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会有各样的危机，当然会有这样的时刻，对吧？但是因着基督有完全结论的时候，那么就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危机成为危机，而能够看到这是神对于我做祝福的机会。所以每天每天我们所有的人生现场应该要在确信当中，要以信心就能够开始了。因为有确信有信心，所以当然就算让你担心你也不会去担心了。就像主跟门徒说，你不要担心不要忧虑。那么相反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拥有基督分明结论的时候，已经完成的这个福音话语真的同行的话，就没有必要去忧虑了，没有必要去惧怕。这祝福的应允，用主的名祝愿我们各位都能够恢复。真的，基督成我们一切问题的解决，因着基督之名，现在我们也临着神的国在里面，因着这基督，现在与我相关的所有的现场也能够享受圣灵充满在这里面所兴起的事情。我们正确知道明白前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脚步就是应允，就是祝福，就能够享受这一切。所以不要做别的，你们今年真的这一年要基督神的国，唯独圣灵这完成的福音，持定这一事实，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进入这祝福的应允当中。在这里面所显明的应允就是五个力量，就是灵力、智力、体力、经济力与人力。我是不知不觉就我里面就会有五个力量的充满，不是我自己要去打造的。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唯独圣灵这福音去持定，唯独去完全献上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会跟来的阴影就是我不知不觉就会有属灵的力量在我里面就会被打造。这个叫做配备，不是我去打造的。你们一定要明白，不是你去给你自己做的准备，而是圣下问题的神与我们同在，就赐给我们好多的祝福五个力量，这里面就会有属灵的惊人的神在我们配备的。那么我们所在的现场就会显出应允与祝福。拥有这些奥秘，你要进入现场，拿着这些奥秘，你们让我们的教会要去进入现场，所以要去做引导。各位，真的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这名没有比这个更加值得夸耀的，对吧？除了耶稣基督这名，我们因此去喜乐去开心，除了之外还有别的吗？如果说有别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因为基督没有结论的，他结论会怎么样呢？结果生活会越来越因着自己的周围的环境，不知不觉会被欺骗，
然后虽然是得救了自身的儿女，但是却只能按照世上人生活的方式而人过人生。所以每次在领受话语的时候，不要只能这样坐着听什么礼拜，因为这么做的时候会因为别的想法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语。所以今年这一年，真的你们在领受话语的这一部分，你们要知道这是做战争，而且分明的就是如果得到福音恩典，福音话语的恩典的时候，你们所有的一切道路就会变成享受为有福的道路。完成的福音话语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里面恩典的话，所有的一切就会成为问题，所有的一切就全部会变为窄小的门。但是真正完成这个福音的话语，我们常常同行的话，以这个福音的话语得恩典的时候，周围边所有的环境实际上因为这些环境反而更加能够看到，能够去享受神所赐的祝福啊，就明白我能够坐在这里的这个本身就是祝福了，就能够看到这一点。各位怎么认为呢？这一年的开始，神真赐给我们珍贵的话语，让我们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这是我们人生成功的条件。无论什么时候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同行的话，再次说明就是这福音的话要成为我的想法，这是我们人生成功的条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别人的帮助，真的因着福音的话语成为我想法，能够享受与我同行的这个祝福的时候，结果我们就会拥有另外的救活现场的力量。那么当然毫无疑问，我们就能够救活教会，救活人，能够成为门徒被树立。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因着你们享受这祝福，能够享受那第二十四时的祝福，也所有的各位都能够恢复这恩典。我们做话语的结论，那第二十四，这是今年的主题，我们的后代还有医治的现场，二三七的宣教，我们已经得到了神赐给我们要占领的那地，这就是那第二十四。周五传道学，我们的朴牧师说，二十四时那地应该是唯独，就是要去集中的意思。那么那第二十四真的要通过这一点让我们的后代坚固，要在一至二三级宣教当中要坚固，这就是那第二十四是珍贵的祝福。我们没有办法做，但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同行的话，无论我们做什么所做的事情都会被神赐下证据。你们如果随着是世上的潮流过人生的话，可能会方便，因为你已经非常熟练了呀，但是结果因着世上的潮流过人生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被世上，因为是世上撒旦，世上的王，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会成为撒旦的奴隶，结果会失败。可能暂时因为世上的方法，你们过人生的话，好像看似成功，好像看似还不错，但是这只是个错觉，希望大家不要被骗。虽然有一些迟延，但是实际与完整的福音话语同行的话，我们就能够去占领所有的地境，能够在后代一至二三七宣教当中，我们就能够去享受做这一切的祝福，会被神赐下这样的力量。我们如果跟随着世上的话，成为这世上王的撒旦，我们就会成为他的奴隶，做失败的人生。真的，这不是我们该过的人生。所以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就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我们要常常同行。进入这里面的时候，我的旧框架就会打破，
我们就能够享受新框架的祝福更新。旧框架是什么呢？就是撒旦的十二个部分。这些旧框架会打破，那么新框架是什么呢？就能够享受征服世界宝座的祝福。这是新框架，我们就因着这祝福能够会有更新，不仅如此，完成的福音话语，我们能够去同行的时候， 就完成了福音话语，我们能够去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神与我们常常同在，体验这是最强悍的能力，我的想法，我的基准。如果超前去做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天国的祝福，就是什么呢？宝座在我里面，宝座在我们的教会， 保罗在我们的现场没有办法享受这些成就，但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同行的话，跟我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所有的现场，我们就能够享受征服世上的宝座的祝福，在我里面还有我的教会都会兴起。用主的名祝愿哈拉教会所有的圣徒能够进入这祝福的应允当中。 神啊，感谢你！今年神赐给我们那第24十月我们持过持定着珍贵的应许，能够常常在完成的福音话语当中同行，能够找到这祝福与应允。愿哈拉教会所有的圣徒都成为这样的人，被神所做工。用活着的主耶稣的名，感恩祷告，阿门。 우리 인생의 모든 문제를 해결하신 우리 구주 예수 그리스도의 은혜와 하나님 아버지의 말로 다할 수 없는 사랑하심과 성령의 역사하심이 항상 완성된 복음의 말씀과 동행함으로 그 땅 24에 귀중한 축복을 누리기를 원하는 사랑하는 주의 백성들 머리 위에와 이들의 가정과 산업과 자녀들 위해 또 모든 지교회와 선교지와 온라인으로 예배되는 모든 현장과 몸된 교회 위에 지금부터 영원토록 항상 함께 있을지어다. 아멘.